我先来说，年轻人很爱惜猫如狗，这什么意思？很正常啊。我跟你讲，我自己有养狗，我也知道，其实就是譬如说狗跟猫要好好的疼爱。但是年轻人超敢花钱的，他们花在宠物上身上的钱真的比我养小孩还要贵。比方说这两位同学，你知道永兔啊，他养了一只狗叫做七拉，七拉，七拉。然后呢，七拉，我跟你讲，他身上的那些吊环呐、啊，还有那个冰风衣呀、啊，什么凉感衣、啊，凉感衣、啊，现在都两三千。冰风衣。然后包括他的吊牌也是，还特别还请人家去针织还是干嘛的，就缝个吊牌给你的名字，他的照有自己的名字啊，走失，你就去弄个金矿进去了。我跟你讲，买冰风衣，你看我女儿是不是身上黑黑的？对。那夏天出去的时候，黑熊就会很容易吸，狗就很容易吸热啊。你的狗叫什么？黑熊。黑熊是我的。他的叫黑熊，黑熊是我的。我的叫七彩。所以你要买这个给他穿，它吸热的程度就会比较少，对不对？有没有？然后我们人会太被太阳晒，所以你就要买帽子给他戴，让他遮一点。给我戴帽子。穿过。好可爱。节家就是要应景，因为我很喜欢露营，所以我去露营的时候都是冬天，所以要给他穿一个冬风衣，这个很棒，哎，你怎么不可能你去露营，然后你狗在那边发抖，然后你自己在那边很温暖，对不对？好可爱，很可爱。为什么狗吃的比人好？因为你知道为什么？有时候我们收工的时候，我说燕佩，你为什么还不回家？然后他发现我路边有只流浪猫，然后他就拿了一个肉泥在喂它。我说你怎么有这？他说哦，我车上都会备这样子，然后车上备了超多肉泥哦，就给猫跟狗吃的。然后他朋友还因为这样研发了一个给狗还是猫吃的什么营养品，他上台送一个。然后重点是他随便给他一个零食，哎，两三百块，我可以吃三碗牛肉面。这是可以吃吧？对，这人可以吃的。如果你觉得他吃的比你好，你可以吃吃看。没有，妈妈，我跟你讲，这就是鸡胸肉，他直接把它烘干，并且那个肉没有，我不要，它很香哎，它真的可以吃，我真的可以吃，这真的可以吃。可是我有烤鸡，我为什么不吃？我有牛肉面，我为什么不吃？真的吗？真的啦，它就是原型的啊，天然的啊。可是那么小包，可以吗？好吃吗？有味道吧？对，你看这口5块钱，还不错。有点那个金门那个牛肉干的，这是鱼松哎，对鱼松。它这个碰到水，它就变成那么好吃。对，观众观众，观众观众，我在一起吃狗食会不会？好荒谬，好吃没有食？这个是鱼，真的鱼，这是狗也可以吃，这个狗也可以，这么厉害。而且重点是你们一群人为什么要吃狗食的吗？对啊，我不要拿过来，不要面子啊，不要，你很想吃啊。吃吃看嘛，行吗？真的不错，真的不错。真的，我们人不如狗哎，千万不要这么说。吃那么好，真的，吃那么好，狗吃这么好，吃那么好，猫咪就会长得这样，就很可爱。然后，你的猫咪长得比人还好，真的。我看那个眼睛还没有看到，你还吃啊？你还真吃啊？它的毛就会顺，对，它会流下来，怎么样？你喂我，我头发也会顺啊。这些花费还不是最贵的哦，最贵的花费其实是看医生。对。看医生很贵，狗没健保，看医生超贵。现在有健有，可是现在可以买动物的保险，有，可是还是好贵，很贵，而且你知道我朋友在养，朋友的狗去开心脏25万，对，而且我的朋友养狗，他也是冷气开24小时不关呐，还煎牛排给他狗吃，哎，对啊，我家的狗去拔牙24000，我说哈，我的第一只猫就是它那个视神经长了瘤。然后我去，反正做前前后后检查，然后还要做核磁，就是反正就积极帮他治疗。我前前后后这样半年花了50万。哇，那个钱拿来养小孩其实是可以的。对啊，你就生个小孩养就好了。对啊，然后你看小孩你要顾他，然后长大又叛逆，你还要花更多的钱。狗就短短生命十几年，因为我们也曾经是小孩过来的，对啊，对小孩。而且我们是狗的全世界。对啊，要想狗永远就在你家等你回来。还是会抚养他们。对啊，问家子瑜嘛，对他们这番见解有什么评论？因为我看你快听不下去。我告诉你，我太佩服了。我佩服的有两点，一点就是说他们年轻人真的很有爱心，因为小狗小猫都是生命。是。可是我也有朋友，
确实呢，他未婚了啊。每天呢，你就看他抱着那只狗啊，他多么温柔，你知道吗？然后都是动不动就是 baby baby， 好乖哦。然后妈咪回去要买那个肉肉给你吃。可是我那时候我就会有个场景浮现呢，因为我就想，他也是人家的孩子啊，他回家还有没有对父母这么孝顺，没有这么温柔，然后这么有耐心吗？其实我不能说都没有，可是绝大部分绝对没有耐心。怎么办？来，燕佩，你有什么话要？哦，我跟你说，我以前是这样子，没错，我以前就打电话回去，然后因为我工作长时间在外面，那爸爸妈妈就在家会照顾猫咪嘛，然后就打电话回去，然后说，哎，那两只猫咪怎么样？然后怎么样？然后问久了之后，我妈妈就有一次就是通电话就说。你大概哦，看电话回来，头一句话就问遐猫安怎安怎，你拢问阮食袂安怎安怎。后来我就哦好，爸妈真的有这种心声。对、啊。我后来打电话回去，我都会哎、欸、先聊他们啊，怎么样，有没有吃饭啊，过得好不好、啊？重点还是猫。桥梁。重点还是猫。然后对，然后重点就会带到猫咪这样子。嗯、对。贴心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讨论呢，快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按下小铃铛，收看最新影片。欢迎大家在影片下面留言给我们意见，想看更多精彩内容，请点选旁边的影片。